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4月29日，这是今天第一场重磅点评节目啊，给大家谈谈新消息。新华社今天报了大消息了啊，也就习近平又要外访了，访问法国、塞尔维亚、匈牙利。按照习近平的想法，是最晚公布，越晚越好。他担心国内出事儿啊，但是法广已经报道了啊。法广是在昨天就报道了，在中法两国建交60周年之际，习近平将在下周一二，6号到7号2天出访法国。哎，他这是2天出访法国啊，还有其他地方。他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面，讨论乌克兰和中东的国际危机，以及贸易、科技和文化合作等问题。非常详尽啊，也就是他不报不行了。今天新华社果然报了啊，报了是4月29号宣布，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应法国共和国总统马克龙、塞尔维亚国总统武切奇、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奥列班，你看有意思，他这两个人邀请奥尔班，因为他和奥尔班的关系更好一点。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5月5号到10号，那就是5天时间，对吧？法广只报道法国的新闻，对上述三国进行国事访问。哎，现在就是关键时刻又到了。大家都知道，上一次习近平在南非参加金砖会议，这国内俞正声等人搞了一场这个不流血的军事政变。现在不太清楚军方卷入的程度到什么程度啊？但是看得出来，就上一次习近平非常恐慌，刚好那时候普里戈金也在，飞机失事，死掉了，这个卢卡钦科把他骗了，拜登这个手，这个普京啊下手很狠啊，全世界看傻呀，正好习近平也坐飞机，吓得到了新疆，乌鲁木齐路啊。落地，改坐火车回北京，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当时发生这些事儿，就这个事情决定是最近这段时间所有的党内斗争和权力斗争啊，抓这些人不是什么腐败问题，都是这条线上参与者几乎现在一网打尽了啊，尤其是今天，你们注意，昨天其实昨天就公布了，就是韩武是陕西政协主席啊，党组书记一把手啊，抓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公布？那就是为了这次外访啊，又要出去了。出去他担心呢，离行这期间，政敌们再次搞事儿。当然，这种可能性不大但是只要这个离开北京，他就害怕啊。你再看今天疯狂网友一提，都是为了这个配合宣传的，深入学习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定不移的维护国家安全。这公安部的书记部长陈锡站出来发大块文章，题目是什么呢？开展五反呢运动开始了，在国内，坚决挖钉子除内奸，看见没有？4月29号，他以2个身份，既是书记是部长啊，就公安部他说了算了。崛起时报发表了文章，多少字呢？5000字，吓唬政敌啊，主要是政敌，等等等等。这一两天，这个昨天我看了一下，这个天灾人祸也很多啊。由于习近平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尤其在非习家军这些省市，灾难很多。内蒙大冰雹，你看这个时候内蒙大冰雹，河南，这个河北，为什么在这两个地方呼春花的老巢，制造了很多的假案？我就跟你讲，你表面宣传是什么腐败？一半真一半假，甚至有的案子就是假的，所以才造成什么呢？天怒人怨，广东也是，广东黄国明抓的人更多，汪洋的人、胡春华的人抓了一个接一个所以这个龙卷风过后又是大冰雹，今天早上也可以看到了你们自己看一看。在这个情况下，那么习近平准备外访了，要离开北京了这个又是一个机会，不知道会不会这个出事那我们看看这个新华社的第二题，关于他外访，下一场还可以再讲一讲根据情况。
王沪宁主席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我们点开看，王沪宁开着会，这身为名堂。你看，我刚刚讲到了吧？其实就是为了习近平外访这事儿，震慑政敌，专门搞这么一个会议。你看，14届、18次主席会议，政协委员会开的啊。因为现在对立派啊，现在有点权力的，就在这个组织里边，还有几个人。你看，在这会上传达什么东西呢？传达就是又是习近平这套歪理邪说，什么西部大开发哈，那这都是大忽悠。后边最重要的这么几句，你看，引导政协委员、机关干部严守纪律、政治纪律、政治规矩，一个是规矩，是纪律，学纪、知纪、明纪、守纪，等等等等，恨不得1000个纪，就警示这些政敌啊。决定是4号到6号在北京召开。这个常委会的7次会议啊，主题就是什么？政协全国委员会关于开展主席会议成员学习调研活动，洗脑、助魂，不能乱说乱动，千万别再像上一次刚走那么几天，俞正声差点搞成了，是吧？邓朴方和孙志刚是联络员，或许是李尚福啊，这些人都参加了，是吧？部队参加，那些人都抓了。咱们现在不太清楚具体内容，肯定是出了相当大的事儿，才这么大的动作，咱得把他逮了。把他抓的话，那就是李克强领先了，那和美国就可以缓一缓了，是吧？那当然又可以骗老百姓骗个10年20年，要改革开放年代啊。所以他在上面一直很好。我看昨天晚上又看了一个小女孩，就是猫神又出来讲，他那个观点，我能赞成一半。但是他当时讲那个就是说没有西下李上，那也不对。我们已经清楚看到了20大之前的确有西下李上的问题。你看那个北戴河决策之后，这个中央电视台先报道李克强，第二报道习近平，那不就证明吗？还是有的，而且李克强还宣誓，对吧？带领这100人宣誓，还是有斗争的，差一点上来啊。主要是他们不掌握军权，谁控军权谁就行了。谁能下手狠，谁能杀人，谁猛，谁就是老大哈、啊，是不是啊？所以今天这会议非常重要，政协就是针对习近平即将外访了。我要是离开了，去法国塞内加尔匈牙利，你们在家里别给我搞事儿。我告诉你，主要是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看见没有？都排列给你整整齐齐的。石泰峰他也不放心，因为石泰峰既跟胡锦涛关系好，也和习近平关系好，也和江泽民关系好，而且还挺有水平的，是吧？有学问的正牌大学生啊，历练也完整，所以你到政协去待着去，啊，副主席兼秘书长，你们互相斗过。胡春华是第一位，你看见没？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也是一样啊。你看这个今天很有意思啊，故意给你排的整整齐齐的，告诉你外访期间不要乱说乱动哈、啊。那么到底他外访这是做什么啊？这个。下场详细给你们讲啊！不过你就看去塞尔维亚，我要告诉你，做好思想准备。习近平铁了心要和美国进行对抗啊！到塞尔维亚又好鼓动什么呢？大使馆被轰炸的旧恨新仇，越整和美国的关系越糟糕啊！王晓红也去了这个匈牙利找奥尔班是吧？这终于你看出习近平让他打前站的目的啊！这个警察也可以派到匈牙利了。那就为了保护习近平害怕呀，去了把给他干掉是吧？这下，派出这些人，安全了，花了2.8亿啊，就为了这些事花了2.8亿。你看，给这个匈牙利是为了钱啊，这非常有意思。那么你再看下一题，韩正分别会见秘鲁外长、阿根廷外长啊，这都是例行公事。韩正现在是敲边鼓啊，因为他没什么权了啊，他本身也是。叫习近平抓住把柄吧，老婆、小姨子啊，钱没少往美国转，已经塌了不少钱。但是这个人这么讲，工作能力是比李强强多了啊，习近平也不敢用他。这韩正每次都是大忽悠，出来走一走啊，安度晚年就完事儿了。你看后边是五四表彰，青春力量，因为马上啊五四来了，这个而且马上64也要来了，害怕呀，每年都是这样啊，现在忽悠年轻人。把这个年轻人的这个精力啊、旺盛啊，都引导什么？引导赚钱，不要让他们关心政治啊，更不要问鼎习近平的权力。这个习近平很狡猾，是吧？
啊，甚至把一些鼓动这个两岸的青年走动啊，因为青年人好骗呐、啊，头脑简单呐、啊，这个正是热血沸腾的时候，很容易误导他们，对吧？欺骗他们，这个活力也旺，这时候也需要吃喝玩乐，男女的这些破事儿，是吧？所以还足够的傻可以被他忽悠。你看下一题，新华社高端智库发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代价和实现的成就即将发布，还得吹嘘这个东西啊。谁给他共同体？命运共同体鼓动了10多年，搞什么病毒共同体？谁和中共这个共同体啊？对吧？没有好处。对，来自美国是抱着很大的一种善意啊，帮助中国加入 WTO，让中国得到最后一国待遇，发展经济，要形成中产阶级，民主和平转型，现在是一场空。反倒他要渗透美国了，是吧？不过美国也出事儿啊！今天美国最近有问题，亲巴勒斯坦示威席卷美国大学校园，啊，这个就是白宫呼吁保持和平，这也闹起来了，搞得也是惊天动地，也抓了不少人，是吧？甚至有一些抓完以后直接就扭送给他遣返的，还是怎么样啊？这很有意思啊！美国不管怎么闹，美国有法治的，不要紧，闹不成大事儿啊！你看在德州不中，有的说动乱了、暴动了，疯狂妄讲，暴动不了啊，他的政治制度在那放着，闹完以后慢慢法律慢慢判。法律方面也有问题，郭文贵的团队现在也超忙，是吧？我最喜欢看一个是这个唱岛歌的节目很有意思啊，再是小蒋的节目很有意思。这个唱岛歌的节目昨天详细讲了就郭文贵涉及到案子的一些情况公文，我看不明白啊，我对这个美国的这个法律是一无所知，不敢妄加评论。尊重法官的意见，我相信能给一个公平的结果啊。但是肯定很多人关注了，你看那些年轻人。仍然对这个郭文贵不弃不离，这是挺厉害的，是吧？还在研究这个案子，据说是还组成了陪审团啊，陪审团呢还选一些人要隔离起来，而且要这些人都保密，叫什么名保密。想起陪审团有个故事挺有意思的，大概有3年以前吧，我好像讲过了哈，就是我就专门有个信箱嘛，物理信箱，就收到一封信。就是这个渥太华的，不是美国的，加拿大，聘请我当陪审员的。就我告诉一些朋友，他们好羡慕，说你也当陪审员好啊，说，这个非常的可惜，我的英文不行啊。就陪审员如果让你参加，你必须参加，就是公民应尽的义务啊。不知道为什么他选中我了，还填个表格，但是我也诚恳告诉他，我说我读还行，就是讲啊、听力都不行，根本不适合做。因为咱本身你听不懂啊，你怎么能做？但是我要是讲我来判案，说心里话，我尽力而为，一定是比较公正，应该讲这样是吧？误导误判。那他可能就认同了啊，他也在没给我回复，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啊。我要讲美国这陪审团呢，就是这个根据我的认知啊，就是。这个判决有2种办法，一个是法官判，一个是陪审团。陪审团组成人员一定是也是精心选的了，对吧？我不太清楚这个他这个是怎么选的，将来怎么样不清楚。我是相信法律啊，很好，这是件大事啊。我看那个法律条文，文件很齐备，一个一个展示啊。这边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啊，因为我本人是和习近平是同时代人呐、啊，文盲啊。要不上大学就是大白领了，所以这个很感兴趣啊。另外，自媒体就是小蒋的今天披露的消息，江金泉啊，等4个人正在写这个齐心的这个祭文悼词，也就是他齐心已经身体已经撑不住了，年事已高，重病缠身，他说明天就能官宣啊，过世了。彭丽媛也好，还是亲友，还是习近平亲友，都在深圳，现在正在要这个啊，非常的认真的、隆重的举办这个什么悼念仪式，这样的要怎么样？也不太清楚真和假的，是吧？我只是告诉你们有这么几件大新闻。那么我们回到新华社啊，这个中文化中国行在大足石刻寻不到。
蹭远去的身影。这其实都是讲这个旅游业，也是讲帝王制啊。今天小蒋又讲了一遍，就是西域有个私生子，在江苏省委宣传部，还有而且结婚了，还生了一男一女，那就等于西域还有了孙子孙女。这下麻烦大了啊！西平要搞帝王制啊，家族的人也不少啊。你想，这可是件大事啊！中国人民或许要迎来什么北韩时代啊，是吧？叫西北韩呐、啊，是吧？这真是不寒而栗呀、啊，吓死人了啊！但愿这一天别来啊，是吧？所以这个外访这个期间能不能落下，又成了问题了，是吧？我估计肯定很多军头眼睛就瞪大了，这机会难得，这非常有意思啊！这你看，人家胡耀邦干这一顿，干这一期啊，胡耀邦，人人都怀念他，是吧？李克强也行啊，最起码鲜花堆积如山呐、啊。你看习近平啊，所以这个藏科家呀，就世袭的好，有的人活着但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但还活着，是不是啊？这深刻啊！其实政治人物啊。别整钱，也别欺压老百姓，更不要制造冤假错案。在任呢，多做点好事儿。死了，人们还去看一看盗墓地，献个小花，是吧？这个习近平搞到今天程度，那真是，我也不想多讲啊，就是你自己掂量着干。你看看这10多年得罪了多少人啊？给没给中国人民带来福祉啊？那带来福祉就不用这么吓成这个样子了，是吧？你看人家，这个。邓小平也外访啊！你看，你到了美国那个时候，作为这个美国总统哈、啊，那几乎都是赵紫阳也是啊。你看赵紫阳去美国总统来访了是吧？那都手拉手肩并肩啊！你说那时候的这个国际舞台上什么形象？你看现在什么形象是吧？还一天到晚穷嘚瑟，今年可是龙年呐、啊！我告诉你啊，不过昨天有一个小新闻，我这个讲错了，纠正一下啊。以讹传讹了，就是在黄坤明的领地，天怒人怨，民不聊生。有位女子在商场跳楼了啊，很惨呐、啊。但是她砸那个人啊，没有砸死，是轻轻的擦伤。这个女孩有意思，被砸这个女孩啊，还发表了一个小小视频，她说她。今年是龙年呢、啊，他这个不利的事情，证据已经跨过了啊。但愿一般龙年呢、本命年呢都是有事儿啊，这确实是这样啊。所以家人都缠上红腰带嘛啊。但是我认为那个这个女子，你别看擦伤啊，好像没事儿啊，就对她心理的创伤是终身的。你看习近平文化大革命。受这个刺激，他爸等了18年，你看他现在干这些事儿，不都在报仇吗？对所有的人都充满着仇恨，对社会没有爱，对他人没有爱啊，就是阶级斗争，斗，不停的斗，一直斗到现在，人都要斗他啊。所以这种突发事件，你不要以为没死，小的这个蹭了一下，刮了一下，现在又开始上班了啊。但是这个心理创伤很厉害啊。所以需要自我的心灵建设，还要找心理医生啊，等等等等。我们来看后几题，都是虚假宣传。你看，补贴力度大吗？多地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横效观察。这个外商纷纷撤资啊，工厂倒闭，工人失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于是开始什么内循环？内循环就强迫老百姓啊，以旧换新，多多少少能解决点问题啊，但是内循环。李克强生前讲的，就是死循环。新华社的消息，8.5%文化领域各行业大类全面增长，又吹牛皮。就像毛泽东时代讲，大干快上，赶英超美，最后3年大饥荒，是吧？5一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费，公路出行五大热点。这是讲旅游业，因为5一嘛，对吧？多多少少应该肯定，就旅游业还是不错的啊。不过你讲到打瞌睡，在路上，今天看到一个视频，就是在往新疆走的路上，有些警察们突然间开枪了，把一个司机抓了啊！给大家看看，这是今天海外的媒体报道的，大TN网站报道的，我留下来下载下来，你看，抓完人了这是哈、啊，就这个大货车，这个大货车正在走，慢慢的走啊，在一个高速路口
好多的警车堵住了。你看到有一个警察在堵之前，有个警察吓得先跑了，怕这个大洪水一直冲上来怎么办？先跑了。那几个警察围上去，有一个鸣枪、开枪，这个车大洪水就停下来了，什么原因不知道。我猜一猜，应该是涉及到内斗，这是陈全国的老巢，一定到处抓人呐、啊。你看现在抓的人都在非西夏边境领地，湖北，对不对？针对这个于正声，湖南针对周强，广西刘奇葩，内蒙、西藏胡春华，对不对？等等等等，搞的是乱七八糟啊！人们是惶惶不可终日啊！这越搞越厉害啊！中国的问题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开放党禁报禁啊！但是习近平不会这样，要开放了以后谁能选他呀？你看后面是上好劳动课还差几步，就是让中国的老百姓将来就是铺设在地下啊，面朝黄土背朝天，每天劳动当螺丝钉，这是他的想法，对不对啊？他反养尊处优哈，老百姓赚的钱他大户大撒币啊，搞一带一路，你看浪费多少民脂民膏啊，搞这些名堂，老百姓生活超苦啊。你看，迎太空人回家，这是讲这个宇航员啊，着陆场准备好了，搜救任务有变化吗？就每到这个时候啊，就秀秀这个航天科技，因为航天科技确实不错啊。我也但愿他们能够平安的回来，但有的时候也容易出事啊。我跟你讲，气温震荡、暴雨、龙卷风，近期天气为何如何如此复杂？他不会讲这是天怒人怨，是吧？他只能归咎于大自然，叫人定胜天，人胜不了天呐。人必须什么呢？敬天爱人，你要顺天，而且要爱人，对吧？人的生命很脆弱呀。我跟你讲，人呢战胜不了大自然。我就跟你讲吧，你就像地球在整个宇宙当中是一粒微尘，你就想想，你一个国家算什么？啊，你一个党算啥？你一个领袖算什么？都是蚂蚁、蝼蚁一样的活着。我就跟你讲啊。你看，要文聚焦，劳动者资格，这是讲五一劳动者要到了，鼓吹树立一些先进典型，让中国的工人们这个兢兢业业的为他创造财富啊！国新办新闻发布会，河北走好高品质发展赶考之路，已经承认了过去干了10年是低质量发展，是吧？不打自招，我国一季度完成固定投资7125亿，大干快上，这大水漫灌啊！你投资没有效益啊，就等于这个一滴水扔到大海里去了，一粒米扔到大海里去了啊！一季度我国邮轮旅客运输量超过19万，就讲邮轮，邮轮还是人挪威的，对吧？西方的，中国在仿，你仿啊？你那有赌场吗？人家都带有赌场上面，是不是啊？中国搞这些名堂，学西方学的又不像啊！你看，香港以爱国、爱港、爱社区活动迎来国庆75周年，香港老百姓现在最憋屈啊，有些都走线移民了，走不了的，要忍受着共产党的这个镇压啊，共产党的愚弄啊，共产党在那个地方呢，可以这样讲，搞得乌烟瘴气啊。你看过去的香港，你去了以后，地摊上有批评共产党的报刊杂志，对吧？最起码有言论自由，最起码司法是独立的，现在完蛋了啊！动不动抓人，23条立法呀！只要反对习近平就抓，就这样一个地方，你说怎么能搞好，对不对？所以变成了臭港。还有啊，很多的这些虚假报道啊，今天不去一一列举了啊。你比如说，首季规模以上有色金属企业工业增长值同比增长11.4%，好得不得了啊！你看这个，不过国内的汽油、柴油价格降了。每吨降了70块钱，应该是好事儿。这是真的吗？真的给表扬啊！还有云南，你看就抓人是真正抓的货真价实啊！云南昆明市原市长王喜良抓了，为什么抓他啊？白恩培、秦光荣的老巢啊，都是内斗啊！关于这个反腐败方面啊，今天抓了很多人。今天早晨呢，我点击了这个中纪委网站看了一眼啊，都是指向这个对立派。因为尤其是习近平即将要外访，那更是什么呢？树立一个标杆，警示他的政敌。如果在我走这期间，你们再像上一次于正声那样搞事儿的话，回来还要抓。本人认为啊，他即使再强先强再强权啊，同样还会出事儿。你看今天又抓了啊，
这是安徽省亳州市政协原副主席吴斌，你看，这不是李克强老三是谁？又是内斗啊！北京铁路局副局长王立炫抓了，这是一看就是这个国资委的啊，呀，贵州文化演艺集团副总经理王春雷，这就跟孙志刚关系超好，说不定也认识于正声上去了，对吧？于正声也愿意啊，看这些文艺表演呢、啊，是不是啊？这个天津人大财经委员会主任王洪海，这个剑指这个谁就是这个孙中山啊，孙中山他也不相信啊，所以李克强的线上，对吧？你看刚才讲到了啊，也就是最高人民法院依法对韩勇决定逮捕了，这么快的速度逮捕了啊？为什么逮捕？就警示你们，我离开北京又走个5、6天，回来以后还得收拾你们，老老实实的。吴春华一听，周强的审阅也都大了头了，老老实坐在这个政协那个舞台的边角上了，是不是啊？腿肚都在转劲儿啊！还有一起是广东肇庆政协原副主席赵志毅，你看见没有？这抓了多少啊？那么下一场和大家一起分享更多的报道和评论，谢谢，再见。